师傅，阿西，飞鸿，十三姨，这么晚不睡，还在看书啊？我们在看一些很恐怖的鬼故事哦。鬼故事？还有啊，我们在研究呢，关于死人复活的事啊。死人复活？还有中西方的书里关于僵尸的资料啊。僵尸资料？你真无聊啊你！你笑什么？你在外国读那么多书，鬼神之说你也相信？你太迷信了吧你！这种研究在西方一直是没有定论的，那也没有人证明，也没有人可以研究出僵尸到底存不存在啊。那你有没有见过？你也没有见过啊，但是那个老人家告诉那帮小孩说他见过，是不是阿星？那个老人家说啊，被吸过血的人到最后都会变成僵尸的。怎么感觉阴风阵阵的呀？什么阴风阵阵呀，是外面刮风，你们深夜不睡肯定是冷了。啊，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阿欣，你慌什么呀？是风把门吹响了，疑神疑鬼，自己吓自己。师傅啊，是你经常对我们说做事要有头有尾的嘛，不管是真是假一定要去证实的嘛。在中西医学里面呢，这两者肯定有关系的，只要我们能找出其中的疑点啊，对中西医学一定有帮助啊。对啊，人体方面有成千上万条经脉，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啊，说湘西的赶尸客是利用铃声来控制尸体跳动的，我觉得传说中的僵尸说的就是这个吧。太晚了，你看书也不要看太久啊，晚安。晚安，猫。有鬼有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阿欣呀，是师傅，是师傅啊！明天天凉，多穿衣服，免得着凉。又要师傅给你煎药喝，知道吗？行啦。杰尼弗，你怎么会来呢？啊，昨晚没睡觉吧？啊，昨晚我在研究中国和西方关于僵尸的资料啊，我想证实一下是不是真的有死人复活的事啊。僵尸？你怎么会突然对僵尸产生兴趣呢？你不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吗？哎，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为了这件事还专门到图书馆查资料啊？啊，我记得，我记得。其实我在回中国之前也曾经听说过僵尸的许多传说，但是我从来没有把僵尸和死人复活这两者联系在一起。你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真聪明。喂，如果能证实死人能复活的话呢，那是全球医学界最大的发现啊。是整个全球轰动的大举动。反正这两天我也没什么事情可做，这有趣的研究我帮定你了。是不是真的？我还怕你说我无聊啊。这怎么会呢？这惊人的科学研究每次都是由别人想不到的事情开始的，是不是呀？你看看他啊。甜心啊。甜二姑娘，喝茶。哦。尤其对未婚者更好啊，请灵符了，请灵符了。哎呀，喂，我想去买几个灵符。你干什么？我昨天听那个小孩讲鬼，吓得我一宿都没睡好。我想买几个灵符保佑我一下。胆小鬼，那些都是骗子，都是根据人的弱点骗人钱财的，我才不信呢。谁说的？你没听那个道长说这个灵符能保人平安，尤其没成家的。哎，你我都没成家，我去买两张啊。哎，道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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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买两道灵符，多少钱啊？灵符啊，1文钱1道啊，我要8道。你买那么多干嘛？
哎呀，保质林有很多人啊，师傅、十三姨、阿宽、阿七，还有二龙。你以为他们都那么迷信啊？哎，哎，道长，我要买八道，能不能便宜点啊？灵符，灵符，灵符，谈价就不灵了。好，来，好。哎，阿苏，你去哪儿买菜了你？这么久才回来？谁说我去偷懒了？我告诉你们，我为了你们的平安，我专门去给你们买平安符去了。我就没见过他这么迷信的人。来来来来，我看给你。啊，你给人骗了。谁说我给人骗了？那道长说这灵符可灵了，他专门驱魔治鬼。那道长说男女老少全都适用，而且尤其是没成家的。我一想我们师兄妹都没成家，我就给你们买了一个。我就不相信他有这么大的法力。姐姐，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哎，对对对对对，阿信，这个给你，给我一个。他们不信可以，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如果遇到什么事儿可别怪我啊。算了算了，既然阿苏这么关心我们，我们就收下吧。嘿，好像很勉强，那还给我。哎，宽哥，咱俩是一样吗？是一样的。怎么这么热闹啊？哎，师傅。师傅。阿苏买的护身符。怎么来的？师傅，这东西可厉害了。我今天跟阿卫在市集啊，碰到一个道长，道长说这东西可以驱魔治鬼，而且还能保人平安。我一想，我得保您平安啊，我就给您买了一个，师傅。最大的给你。哎，石大爷，多谢。阿苏，你真是关心师傅。那是。阿苏，你什么时候撞鬼了？啊，怪不得我和阿星出门看见街上的男男女女都挂着他呀。哎，对啊对啊对啊，师傅，你们这帮调皮鬼什么时候迷信了？这些江湖道士是骗人的，简直一派胡言。飞鸿，别这样啊，他们只想求个心安理得啊。十三姨，你是在西方接受教育的，这种事情你也相信？把身上的符全拿出来。以后再让我看见你们身上挂着些符，我就不客气。都是你惹的祸吧。我说不让你买吧，你还买这么多。喂，在哪里买的？市集。哦，来来来，哎，客官里面请。来，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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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是这点酒就不行了，干了干了。老板，哎，好酒的。郎家，你要吃什么呀？我已经两天没吃过东西了，我也没钱呐。什么没钱？啊，你以为我这里是开善堂的？出去出去，别耽误我做生意啊！出去出去，快点！荣哥，老板，五十斤猪肉，你点点数，看对不对？不用了，我还不相信你了啊！好啊。哎，老人家，发生什么事啊？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叫兄弟，你就行行好吧。哎，真凄凉啊！老板，哎，来了来了，荣哥有何吩咐啊？老板，你拿几个包子给老人家，我来付钱。哎，好好好好。来了来了啊！哎，小兄弟，你真是好人，好心有好报啊！好心有好报。来了。哎呦，哎呀，请灵符了。哎，好，保你家家平安。哎，谢谢你啊，谢谢。请灵符了。谢谢您了。道长，我想买道符。我看小姐云英未降。哎，我这道灵符是非常灵验的，保你驱邪治鬼啊。多谢。哎。慢慢吃啊，慢慢吃，老人家。哎，小兄弟啊，你不是本地人吧？对啊，你有事吗？没事，我是随便问问而已。因为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啊，我已经走遍了天南地北，见过许多世间的怪事。世间的怪事啊？你听说过赶尸客赶尸的故事吗？没有啊。好多年以前呢，我就亲眼目睹一个赶尸客赶尸。赶尸客手里摇了一下风铃，僵尸就跳一下，
又摇一下风铃，僵尸们就又跳一下。哎呀，于是啊，那个赶尸客就走一路摇一路，一排排的僵尸啊就跟着铃声在后边跳啊。僵尸？我不相信有僵尸的。你吓谁呢你？就是嘛。阿荣啊，你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给我们讲啊？对啊对啊对啊，有事情跟你们讲。跟姐姐，哎，石丹爷，你们点这么多蜡烛干什么呀？阿荣要跟我们讲事儿。哎，你们猜猜看，我今天见到谁了？谁呀？谁？不对。武功高强的人。都不对。那到底是什么人啊？就是啊，我见到一个老人家。嗨，哎呦，我以为是什么呢？就是老人家嘛，我天天都见，这有什么稀奇啊？我今天在茶楼碰见他，老板不让他进，我就买了几个包子给他吃。他一边吃一边跟我聊天，他说啊，他年轻的时候见过僵尸啊。僵尸？那个老人家还说些什么呀？他说僵尸听到铃声以后就会跟着铃声跳起来。十三姨，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啊？没有啊，我是在从医学的角度研究僵尸的问题啊。那老人家还说什么？没说什么，他对自己年轻的时候见过僵尸，说得很真实啊。那你知不知道这个老人家现在住在哪里啊？我不知道，他没说过，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他。怎么了，姐姐？我在做梦，好可怕！别怕，你呀、是鬼故事听多了，老是自己编故事吓自己。我去给你倒杯茶。不是姐姐，这个梦好像和他们说的僵尸有关系，一定是僵尸。来，先喝杯茶吧。有什么僵尸啊？我梦里会跳的人我好像认识，他很像我们的一个亲人。傻瓜，你现在除了我和师傅他们还有什么亲人啊？真的姐姐，他在梦里跳得很恐怖，我害怕极了，大声叫喊，我喉咙喊得好疼啊。是吗？不如下次我钻进你梦里面去帮你看看那个人是不是我们认识的或者亲人啊。姐姐是真的，他们向前上下跳动着，掩饰前方，我使劲的喊，他们好像听不到我喊的声音。这个喊声呢？这个我也不懂啊，不如明天我们问问师傅，
看看师傅和十三姨能不能帮我们解开这个奇怪的梦，好吗？嗯，好啦，放心睡吧。嗯，来。哎呀，不行啊，姐姐，我还是不能睡，不能睡啊。你安心的睡，我呢就坐在你的床边，你不睡熟呢，我就不走，好不好啊？来，睡吧。姐姐，嗯，我梦见的是人还是僵尸呢？嗯，不知道啊。不过你再梦到他，记得问问他是谁啊。根据医书记载，人死了以后，脑应该不会活动，也没有思想。西方的医学也是这样说啊，要判定一个人的死亡，一定是要证实他的脑也是死的，也就是说，身体和脑都是不能动的。死尸复活，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根据传说，那些尸首是会听声音的，所以那些赶尸客一摇铃，那些尸首就会跟着跳动。医学也证实，人死之后呢，最迟失去的是听觉啊。那综合你和我的资料，这正所谓僵尸的存在是有可能的。还有啊，僵尸听不到铃声就不会动，也就是说呢，尸体是没有思想的。这只不过是我们的猜测呀。哎，如果我们能找到一具尸体来研究就好了。找尸体研究，万万不能啊。哎呦，别抢！什么抢？都有份，别抢！老大，你真牛啊！想出这种办法来赚钱，哇，发财了，发财了！老大，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他们虽然买了莫尼灵符，可他们买了第一次，以后不会再买了，这不是断了我们财路吗？是啊，老大，我们还是赶紧想想别的办法吧。啊，这个办法嘛，哎，我有了啊！我们把灵符啊分成金木水火土五行，然后按照不同颜色不同日期去买。如果不按照我们的想法办，那么灵符就无效。然后我就叫这帮笨蛋请我去卖，求我追着我去卖，到时候我们何愁没有发财的机会啊？啊！小姐吵醒我的好梦，你不是死了吗？你才死了呢，你是怎么进来的？对不起，真是的。啊，慢走慢走啊。啊，欢迎光临。给点吃啊，这怎么能进来啊？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把他赶走。你走开啊，不要妨碍我做生意。站住，是不是欺负老人家不行？喂，你干什么？哎呀！哎，我警告你，不许欺负老人家。你是什么人？中国人。打得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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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
们走着瞧。你有本事就来找我李世荣。打他，打他，打他，那好。哼。阿苏，怎么了，阿荣？老人家给人打伤了。别动手嘛，快过去拿点药来。啊，等会儿啊，阿荣，快点啊。老伯，到了这里有什么事你不用害怕的。老人家，你饿了吧？先吃碗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老人家怎么会受伤的呢？是啊，这个人也太狠心了。我今天啊经过西洋饭店，看到老伯在讨饭，老板不但不给还出手打他，所以我就出手相救了。我最讨厌那些洋鬼子欺负我们中国人。对啊，如果我当时在现场，我一定把他们打得片甲不留。就是。说得对。哎，荣师兄，你没事吧？当然没有了，那些假洋鬼子被我打得东倒西歪的。你呀，还是小心点吧。对了，荣师兄，这位老人家是谁啊？他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见过僵尸的老人家了。十三姨，我看你还是不要再研究下去了，好不好？既然你知道我对什么东西产生了兴趣就放不下，那你为什么还这么执着地劝我放弃啊？像《聊斋》这类描写鬼神的故事，全都是神话民间传说，作者也都表明他们并没有见过什么真正的鬼魂，也没有见过什么真正的僵尸，更没有什么僵尸之类的事啊。你读的书比我多，这一点道理你都不明白。你没有见过的事情不能代表没有啊。你不要这样固执好不好？你现在呀被扎方布煽动的有点走火入魔。喂，谁走火入魔了呀？还有啊，这件事跟扎方布没关系啊，你不帮我就不许别人帮我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过你们这些在外面读过书的人回来怎么都像个孩子似的。不知道你说什么呀。喜欢一个人会千方百计令对方开心，做什么都不在乎，但我呢就不会像你这样子浪费时间。哎，你不要再劝我了，总之这件事我是不会放弃的。好了好了，不放弃就行，总之不要累伤身体，免得我呀煮24味给你喝。你不愿意煮啊？哎，师傅，十三姨，你们回来正好。怎么了？你猜今天谁来了？谁啊？就是那个讲僵尸故事的老人家。阿荣今天在西洋餐厅碰见他，就把他带回来了。他在哪儿？在那儿呢。老伯，你真的见过僵尸吗？没错，没错，是我亲眼所见呐。赶尸客在赶尸啊。老伯，你真的亲眼看到？没错，那个时候我也就是20多岁，不会记错的，现在我还历历在目啊。你赶快讲给我听啊。我是在一个月圆之夜，我从外地回家去，我突然听到铃声在远处不断的响，我感觉很奇怪呀，我就赶上前去看看究竟啊，我就看见一个赶尸客拿着摇铃在不断的摇，而身后跟着两排僵尸，这些僵尸啊一听到铃声就跳啊跳啊，他们跟着赶尸客整夜的跳啊跳啊。那他们是目光如炬呢，还是浑浑噩噩的随着铃声跳啊跳啊？他们目光呆滞啊，全凭着那个铃声来控制自己。那就证明僵尸都是没有思想的。哎，老伯，你肯定那些僵尸都是真的吗？哎，你傻呀，哪会有人半夜三更出来跳给你看呢？对呀，传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僵尸们就自己跑出来吸人的血。哎，不要说了，我不想听，我不想听。老人家，你还是不要讲了，
我妹妹真的很害怕呀。好了好了好了，这些都是传说来的，怕就不要听了嘛。老伯，今天呢就留在这住，明天我给你检查身体。啊，晚安，来，带老伯去休息。是师傅。老伯请。快点。哎，慢点。哎，这边这边这边。师傅晚安。十三姨啊，回去睡觉吧。啊。谁呀？老伯。十三姨呀。嗯。你怎么还没睡呢？老伯，根据你的话证实了死人复活并非全无可能啊。哎，不是不可能，那是我亲眼所见呐。虽然我们知道有可能，但却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证实死人复活啊。哎，我想起来了。当时僵尸从我身旁过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股很浓烈的药材味儿。究竟是什么药材呢？听说是苗人的一种叫五毒的药材，传说它可以令死尸复活。它是利用这个壁虎、蝎子、蜘蛛、蟾蜍，还有这个毒蛇，这五种天然的毒物制炼而成的，药性刚烈，能刺激僵尸的肌肉活动啊。我们开始有头绪了。那我还想问呢。你等一下呀。阿信，哎呀，阿信，怎么了？阿信，你怎么了？阿信，你怎么了？阿信，他怎么了？不知道啊，睡得好好的，阿信突然大喊一声就往外跑，我拉都拉不住他呀。这是白天看到什么，受了刺激啊？睡觉的时候，突然有种阴风阵阵的感觉，我从窗口一看，我看见一个东西在跳动。师傅，阿信这几天老是做噩梦。带他进房。走啊走啊。阿宽，倒杯茶给阿信喝。是师傅。来，先喝一杯茶吧。阿信啊，你仔细回忆一下，到底看到什么呀？对啊，阿欣，你要是不跟我们说你看到了什么，我们怎么帮你、啊？说说。对啊，是啊，说呀。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们不要烦阿欣了，你们休息了。是师傅。阿欣啊，你好好想想，到底看见什么？跟师傅说说呀。有什么好看的？他日看夜看，都是那些鬼书在这里疑神疑鬼的，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自己吓自己呀、啊。好了，自己吓自己的，别害怕了，傻瓜。好了，早点睡吧。嗯，晚安。飞鸿啊，嗯，你也早点睡吧。嗯，你明天不是给牛婆婆看病吗？十三姨啊，嗯，你要跟我一块去吗？我明天有好重要的事要办啊。你呀，也早点休息。不要老沉迷研究僵尸啊。哦。来。这次我请你们回来的目的就是教训严世荣，然后再打败黄飞鸿。米高，你放心，黄飞鸿绝对不是我们对手。没错，只要我们两个人合作，一定在五分钟之内打倒黄飞鸿。五分钟对我来说已经太长了，我只需要三分钟。好，只要你们俩这么有信心，这件事情我就放心了，就交给你们办了。来来，哎，大嫂等一下。哎呀，这小孩长得真机灵啊。哎，怎么身上没挂灵符呢？你不怕被僵尸抓走吗？昨晚陈妈家的孩子就被僵尸抓走了。我才不相信那些谣言呢。妈妈，我要回家。
哎呀，大嫂，我们也是为你好才提醒你的。哎，你看我们身上都挂着灵符呢。哎，我说你们两个年纪轻轻的，怎么相信迷信呢？啊，再说了，我又没钱，鬼见了我都害怕，还抓我呢。走了走了走高了，他请来两个洋鬼子高手，他还说不但要报仇，还要向师傅挑战呢。他还说师傅很没用，三分钟就可以把师傅打败啊。哎，鹏哥，我们教育教育他吧。好，他竟敢这么侮辱我们师傅，这口气我也忍不下去。阿七，走，我们教育他去，让他们知道我们保证人的厉害。好。哎，阿宽，阿七，快找师傅啊，他们两个不是他们的对手啊。但是阿荣，你伤得那么重。我没事，我撑得住啊。那你不要啰嗦，快去找师傅救他们两个啊。好吧，那我先去通知师傅，然后再回来医你啊。好好，你快去啊。在那儿。哪位是米高？我就是米高。哎，扎大人，我师傅在里边吗？找你师傅干嘛？我找我师傅有急事儿。有什么事儿你说吧。扎蛋，阿荣出事了，那个米高找了两个高手回来，先把阿荣打伤了，还要向我师傅挑战。阿七和阿宽就去找他们算账，我怕他们出事儿。好了，你不用着急，我跟那个米高还有点交情，我跟你一起去信阳餐馆看看能不能见着。好，我们现在就去。听说这个世界